在就要去前往本次见习核酸检测的一个采样点，就是你们看在前方的这个小帐篷里。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跟老师一块儿体验我今天的这个检测员的全流程。我们一会儿老师要给我穿上我的第一套防护服了，我们一会儿就先试验一下这套了。好了，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在采样的采样间。我感觉我这里面已经失控了。采的过程中，烟是自己是要坐着放的，不能这样放。然后，他如果说有什么口腔的一些分泌物都留在你手上了。我这边已经实习了有一下午了，我准备去跟我们的记者朋友去试验一下，看看我的测试技术怎么样，好吧？然后，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体验小白鼠，体验员曹老师，然后呢，挑战骑下来，曹老师，然后我这边是要，不能这样，东西不能这样，原来是往下，往下面放，对，不能这样放的，然后压死板，压住他的舌头，然后这个是苍兰老师，对，压舌头，然后这个先是两个扁桃体，扎一下，扎那个细胞，两边的扁桃体，正在位置，喉咙那个深部，哎，对，一般扎三个部位，这都是扎的细胞。哎，好的，好的。我太难了。我这个啥？好笨吗？会有工作人员会帮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实验室去。现在是要把这套脱掉了。哎，我天，我那个刚出来，然后。现在满头是汗，然后主要是你们看我这印儿。但其实我们的工作老师们，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我们准备那个进行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去到我们二楼的实验室，看看我们真正的这个检测流程是怎么样。走吧。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医学检验所的实验室门口。我们这边一会儿要在这边更衣室这边先全服装一下。那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更衣间。我现在在这里。穿我们这个全套的三级的防护服是吧？现在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实验检测区了。大家好，我现在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实验室门口了。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核酸检测员正在进行非常辛苦且专业的这个核酸检测工作。现在已经是把这个样本取样的从实验室拿过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我们核酸检测人员的这个工作现场。这个应该就是刚从楼下取样回来的。啊，对对是。然后回来以后先喷一下酒精。任务单上会有写日期、第几本。嗯。他拿的这个是深孔板，就是用来放样本的。嗯。这个在向后吸这个方向，然后这样顺时针转一下，就吸上来了。太少了吧？没事，您再重新吸一下，拔掉。好，对，对，可以。做完以后有一个贴膜，贴完膜就没事。一封上。来的这个取样单，对，这个样子，对，贴了膜的样子。现在在我们这个取样间已经一天结束了。我们刚才给它送到了这一点。来，这是我目前正在具体的一个梦化的一个过程。嗯。
动画取样室已经结束我们今天的自动化取样的体验，然后我们去下一个房间。提取完的核酸进行一个居家扩增。汗其实还好，就是头上的印印，你看我的脸，我只戴了一小，没有很久，没有很久。就是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衣服，你们可能都看不见，其实已经全是湿透了。这就是每天都在与病毒打交道的检测员们的日常，他们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极其专业的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心态，几百上千次的重复性动作周而复始。他们保证了数据的精准与及时，可以说每一份核酸检测报告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付出与汗水。他们虽然不是医生，但在这次疫情中，他们和医生一样都是冲在最前方的战士。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你们。